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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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晚的节目之前呢，请大家慷慨大方案分享到你们的个人脸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希望说你们大家的分享呢，可以协助到在这个世间上呢，会有更多的人呢，有机缘听闻到佛法。因为分享佛法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有了大家的分享，所以呢，我们可以协助到更多的人呢，有机缘听闻到佛法。听闻到佛法了以后呢，那么自然而然，他们对三宝、对佛法、对佛教呢的信心呢会加强。就是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分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间上呢，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不会流失掉。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越来越增加的话，不会被流失掉的话呢，那么呢分享佛法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希望说大家可以慷慨大方的按分享。所以如果你们大家呢有你们大家的亲戚呢朋友呢有住在其他的国家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把满天的今晚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呢分享到他们个人的脸书主页。希望说他们住在其他的国家呢也是有机缘听闻到佛法。而且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世间上呢不是很容易有机缘可以听闻到佛法的。但是呢在这个时代，很荣幸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个网络这个平台，可以把这个佛法分享到世界各个角落。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佛法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也是在做一件善事。所以这种的善事呢，我们做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善业，让我们的善业呢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所以分享呢是一种美德，所以呢这种的善事我们做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得到人的欢喜与赞叹。请大家慷慨大方的按分享。好，现在呢我们在还没有开始今晚这个节目之前呢，曼爹再次的热烈欢迎你们大家继续回来参与直播佛法分享，也感恩你们大家慈悲鼎力支持。因为有了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以呢今晚在这个时候呢，你们还有机缘看到曼爹开直播与大家分享佛法。
所以你们慈悲顶礼支持所累积到的功德呢，使你们今年行大运，荣获健康与吉祥，常住于安乐中。在还没有开始今晚这个节目之前呢，你这个佛友呢，你要问问题，你把你的问题先放出来，等一下看，把你所要问的问题放出来先，然后等一下满天才跟你解答。如果满地人的话啦，好，现在我们大家呢开始来诵念经文，所以我们大家先以一颗虔诚的心来诵念礼敬三宝的经文，受持三皈五戒的经文。过后，我们向三宝祈求宽恕。好，我们一起来诵念：阿拉汉萨玛萨婆诃巴嘎哇巴当巴嘎哇当阿毗哇帝咪。我今起手礼敬佛世尊，远离尘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上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苏阿卡多巴嘎哇达达摩，达曼那玛萨弥。法为世尊所上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苏巴利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三哥三卡那玛咪，僧伽为善行已到的世尊之声闻僧众，我今起手礼僧伽，礼敬一拜。南无阿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阿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阿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波旦萨埵那伽伽弥，达曼萨埵那伽伽弥，桑伽萨埵那伽伽弥。卢帝安毗波当萨埵那伽伽弥，卢帝安毗达曼萨埵那伽伽弥，卢帝安毗桑伽萨埵那伽伽弥，达帝安毗波当萨埵那伽伽弥，达帝安毗达曼萨埵那伽伽弥。达帝安毗桑伽萨埵那伽伽弥，巴那帝巴达维罗曼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阿帝那达那维罗曼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伽弥苏弥匝匝喇维罗曼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摩萨瓦达维罗曼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苏拉弥拉耶玛迦巴玛达他那维罗曼尼悉迦巴达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帝阿弥，悉地那苏伽帝仁帝，悉地那波伽桑巴达。悉地那帝钵顶仁帝，达斯玛悉拉维舍达耶，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故应持净戒。萨埵萨埵萨埵。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向三宝祈求宽恕。伽耶那瓦扎耶悉地那。巴玛迭那玛雅嘎当阿扎央伽玛咪班迭波利班雅达达嘎达。对于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已之所生，一切我今佛前皆忏悔，悔愿加倍。
临战消除，礼敬一拜。阿耶那瓦扎亚吉德那，阿玛德那玛雅嘎当，扎亚卡玛米达玛，三地地嘎阿嘎地嘎。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法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障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亚吉德那，巴玛德那玛雅嘎当，阿扎亚卡玛米桑卡。苏巴迪巴那哈诺达拉，对于生邪，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障消除，礼敬一拜。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诵念三宝功德随念经和泰国十方三宝护卫经。好，我们一起来诵念。一地比索巴嘎瓦阿拉汉萨玛三不得比扎扎拉那三班诺苏嘎多苏嘎比多阿诺达罗布里扎达玛萨拉蒂萨达迪瓦曼诺萨那不得巴嘎瓦蒂如来是一位尊贵的圣者，阿罗汉，真等真觉者，明行记住，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伦师，佛世尊。我当也为当亚瓦底巴南沙拉南格扎弥，我誓愿生生世世皈依佛，直到底证涅槃。那地弥沙拉南含扬。不得弥沙拉那瓦然，耶帝那沙迦瓦揭那诃德弥迦耶曼伽兰，与我并无其他归依处，佛陀是我至上的归依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令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娑迦多巴伽瓦达达摩三地地哥阿伽地哥耶依巴悉哥诃巴那依哥巴扎达弥利达波宾哟希帝，世尊所善说的法，现前可见，无过时的，起来自看。他引导向内观，为每个知者皆能正知的。达曼耶维当亚瓦迪巴南沙拉南格扎弥，我誓愿生生世世皈依法，直到体证涅槃。那提弥沙拉南含扬，达摩弥沙拉南瓦然，耶帝那沙迦瓦揭那诃德弥迦耶曼伽兰。与我并无其他归处，法是我至上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令我得到幸福与安乐。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三瓦嘎三科乌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三瓦嘎三科呀呀巴迪巴诺巴嘎瓦多三瓦嘎三科萨米吉巴迪巴诺巴嘎瓦多三瓦嘎三科亚迪丹萨达里波利萨尤嘎尼哈塔波利萨布嘎拉伊萨巴嘎瓦多三瓦嘎三科阿胡内哟巴胡内哟达提内哟Anjali Karani Yohano Tarang Punya Ketang Lokasati。 世尊的声闻声众是善行以道、真正行道、真理行道以及正当行道的几十双八倍的世尊之声闻声众，是可供养者、可供奉者、可施以者、可贺长者，为世间无上的福田。
三堪耶维当亚瓦底巴南萨的南尔扎弥，我誓愿生生世世归生之道，体证涅槃。那提弥沙的南含扬，三空弥沙的南瓦朗，耶帝那萨迦瓦揭那诃多弥匝亚曼伽朗。以我并无其他归处，生起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因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布达巴拉萨弥布达布达古南布达巴拉萨弥布达咪达布达巴拉萨弥布桑伽南多伽罗伽巴央。未完在耶萨巴多萨巴梭萨巴若萨巴拜萨巴若萨涅张来，未完在耶萨巴达那萨巴拉盘，帕万多米拉堪多苏拉堪多，阿伽尼拉萨弥布达布达古那，阿伽尼拉萨弥布达咪达，阿伽尼拉萨弥布桑伽那，多伽罗伽巴呀，咪万在耶。萨巴多萨巴梭萨巴若萨巴拜萨巴若萨涅张来，咪万在耶萨巴达那，萨巴拉邦帕万多咪拉堪多苏拉堪多，达行拉萨咪布达古那，达行拉萨咪布达咪达。达行拉萨咪布桑伽南多伽罗伽巴央，未完在耶萨巴多萨巴梭萨巴若萨巴拜萨巴若萨涅张来，未完在耶萨巴达那萨巴拉邦帕万多咪拉堪多苏拉堪多，阿达提拉萨咪布达古那，阿达提拉萨咪布达咪达，阿达提拉萨咪布桑伽南多伽罗伽巴央，未完在耶萨巴多萨巴梭萨巴若萨巴拜萨巴若萨涅张来，未完在耶萨巴达那萨巴拉邦帕万多咪拉堪多苏拉堪多，巴金拉萨咪布达布达古那，巴金拉萨咪布达咪达，巴金拉萨咪布桑伽那，多伽罗伽巴呀，未完在耶，萨巴多萨巴梭萨巴若萨巴拜萨巴若萨涅张来，未完在耶萨巴达那萨巴拉邦帕万多咪拉堪多苏拉堪多，巴雅拉萨咪布达古那，巴雅拉萨咪布达咪达，巴雅拉萨咪布桑伽南多伽罗伽巴央，未完在耶萨巴多萨巴梭萨巴若萨巴拜萨巴若萨涅张来，未完在耶萨巴达那萨巴拉邦帕万多咪拉堪多苏拉堪多，阿当拉萨咪布达古那，阿当拉萨咪布达咪达，阿当拉萨咪布桑伽那，多伽罗伽巴呀，未完在耶
祈愿十方三宝智圣光保佑我完全脱离一切痛苦、忧悲、苦恼、疾病、厄运、危难以及冤亲债主，也保佑我获得一切财富及成就。萨度萨度萨度不善生生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见，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吉祥。在 Monday 的这个今晚直播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Monday 再次要求大家慷慨大方，按分享到你们个人的脸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希望说你们的大家的分享呢，可以让 Monday 的这个佛法呢分享到更广，让更多的人呢在这个世间上呢有机缘听闻到 Monday 的佛法。所以呢，我们的分享呢，包括 Monday 自己的分享呢，也可以协助到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不会流失掉。所以如我们为了要保得住我们的佛教徒人口不流失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佛法分享出去。当一个人对佛法有了解的时候，那么他的心呢对佛教对三宝的信心呢就不会退失掉。所以呢，分享呢在佛教的发扬光大方面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希望说大家可以扮演各自的角色呢，把今晚Monday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出去。如果你们大家有亲戚朋友住在其他的国家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分享到他们的脸书主页，希望说他们住在其他的国家呢也是有机缘听闻到佛法。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世间上呢，如果我们要听闻到人家在讲解佛法，这种的经验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们的分享呢可以把这个佛法呢延续更长久在这个世间，也可以延续到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扮演这个角色呢，把这个佛法分享出去。所以分享在佛陀教法里面呢是一种善行，所以这种的善行呢我们做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善业，让我们的善业的分数呢力量强大起来。所以分享是一种美德，所以当我们在做这种善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人天欢喜与赞叹。所以在此呢，曼爹给大家一些时间按分享，等一下曼爹再回来。
好，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在曼蒂还没有开始跟大家分享佛法之前，曼蒂再次的热烈欢迎你们大家继续回来参与直播佛法分享，也感恩你们大家慈悲与鼎力支持。因为有了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以呢，今晚呢，你们还可以看到曼蒂呢开直播，在这个时候呢，与大家讲解佛法。也让你们自己呢有这样的机缘呢可以听闻到佛法。所以因为有了你们的鼎力支持，所以呢我们大家呢都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在自己的舒服的地方，在自己的生命的宝贵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做善事。所以讲经说法呢是一件善事，满地在做。而你们呢听经闻法也是一件善事，你们在做，所以我们的互相的支持，所以让我们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做善事。愿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累积到的功德，使你们行大运，永获健康吉祥，以及常住于安乐中。再次的跟你们大家说声晚上好。好久不见了。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呢就一个多月了，我们都没有正式的开直播与大家讲解佛法。所以今晚呢算起来呢也是曼蒂开直播呢已经是四年多了。所以在四年前2020年呢曼蒂开始开直播，那时候呢马来西亚开始自行这个 MCO 嘛，3月18号曼蒂那时候呢就开始开直播，但是中文的直播呢是在3月20号，曼蒂记得很清楚的，曼蒂的中文第一个中文直播呢是在2020年3月20号，那时候呢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MCO 呢进入好像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罢了。所以不知不觉中呢已经四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这四年里面呢，曼蒂呢也没有停顿的，还继续的开直播，只是开少了一点，不好像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开了比较多。过后呢 MCO 结束了， FMCO 结束了以后呢，那么大家都在忙了嘛，所以曼蒂就比较少开直播啦。但是曼蒂也是没有停顿啦，也是没有停下来，还继续的开直播啦。就是说能把曼蒂所了解的佛法分享出去，所以呢曼蒂也不知道能度到多少个人，在四年里面呢也不知道多少个人因为曼蒂的直播呢而认识到佛教，而对佛教产生很大的信心，继续修学佛道。所以这个呢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很多时候呢很多佛友啦，在看我直播的佛友呢，他们呢都没有保持跟我联络，但是我时常有看到他们进来看我的直播，但是呢一般上也没有声也没有戏，开直播看到他们关直播了以后就没有休息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四年里面呢曼蒂的这个弘法利生呢度到多少个众生，曼蒂也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讲经说法分享佛法呢是我们出家人必须要做的一种任务，所以我们只是随缘的去做，而且呢在做这种善事呢只是给自己的善业加分罢了。所以做善事呢最主要的就是利益到自己，
增加我们善业的力量咯。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善事是当做一种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有时间就做咯。但是我也是很欢喜的，很高兴的看到很多佛友呢，也是因为我的直播佛法分享，所以让他们呢对佛教呢也是有很大的信心，哦，他们对佛教三宝的信心也是有加强，所以我也希望说尽我的能力罢了，哦，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如果还没有得到解脱的境界，还没有修成阿罗汉的境界呢，那么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去做善事，所以善事呢，我们必须要在佛法里面去了解，哦，善事有很多的，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佛法的话，可能我们了解的善事呢不会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有深入去研究佛法的话，我们对善事呢会了解比较多，所以善事了解多了，那么我们就会做的比较多咯。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对佛法有了解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呢，他在他的这一生里面呢，他在做善事行善呢都会做的特别多，所以他会给自己累积到更多的这些善业功德福报。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善业的力量，哦，善业来资助我们的生命，继续在生死轮回嘛。所以没有善业的资助呢，那么我们就会在生死轮回里面呢，会过得比较悲惨。所以这是我们所了解到佛陀的教法，就是有这样说。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了解了佛法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佛陀所讲的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必须要自己去负起这个责任。去行善不造恶，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们的善业呢一直在提升，所以有了善业资助我们的整个生命，在生死轮回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过得很辛苦、很悲惨。所以呢，佛法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是扮演重要的角色。OK，是很荣幸的，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机缘。还有这条生命，所以我们尽量把握住我们的这条生命，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了，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做了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行善修行呢是细水长流的，除非我们得到解脱了，达到阿罗汉的境界，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做了。只要一天我们还不能解脱，还没有达到阿罗汉的境界，还在生死轮回里面呢，我们只有一直去做罢了，一直去做罢了。哦，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佛陀的教法里面有讲得很清楚的。哦，除非我们不了解佛法，那么我们就不会看重行善修行了。所以，当我们了解佛法了以后呢，我们才会比较有那个智慧，比较懂，会珍惜我们这条生命。所以，我们继续去做了，能做多少就是做多少了。OK， 所以现在我再回答这个佛友的问题先。燕是吗？燕啥？Yenz Why you call Monday? OK， 你应该不是南传佛教徒，或者是你应该对佛教没有了解。OK， Monday 呢？这个字眼呢是巴利文哦，巴利文。所以 Monday 呢如果是用中文来解说呢，就是尊者的意思。英文呢就是 venerable， 所以你对一个南传的出家人，呐、啊，像你看着我穿到这种的袈裟，这种是叫做南传的出家人呢，所以呢，你们都必须要叫 Monday，OK，你不能叫 Hello 啊 ，Brother 不可以的 ，Mister 不可以的，这是一个称呼语，对出家人。哦，对出家人称呼的，所以你看到任何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呢，你就是叫 Monday 咯。哦，如果你是在家人的话啦，你是在家人，不管你是受五戒还是受八戒的话呢，只要你还是在家人，你看到南传的出家人，你都叫 Monday。啊 ，Monday 是巴利文来的，就是你在称呼一个出家人尊者或者是 venerable， 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师父呢，你叫师父，那个是啊，我们华人教的出家人，我们称呼出家人，以我们华人来说叫做师父咯。
而且这个师傅呢，会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那些在家人坐脚车啦、修理摩托啦，你也可以叫师傅的嘛。但是出家人他们也叫师傅的嘛，啊，所以我们，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哦，所以我们有不同的称呼。OK，对，在泰国他们就叫阿赞咯，阿赞、隆婆、林波姐啊，这些都是这样，哦，这些就是不同的国家对出家人有不同的称呼。但是呢，如果你用班爹的话呢，你任何国家的南传出家人，你都可以叫班爹的，不管是斯兰卡、缅甸、泰国，所有穿着像我们南传出家人的袈裟，你可以叫班爹啊，这个是管用咯，因为它是巴利文来的嘛。然后呢，班爹呢，班爹呢，对我们出家人来说，只有那些比我们先出家的，比我们先受戒的。那么我们就只有叫曼帝，那么呢，如果是小辈的话呢，长辈叫小辈就不可以叫曼帝了，小辈叫长辈就可以叫曼帝。像比如说有一些老曼帝，他们比我出家久的，他们比我早出家，早受大戒，哦，那么呢，我见到他们，我们不可以叫他的名，我们必须要叫他曼帝，啊，这是一种尊重。哦，一种礼敬。那么呢，长辈叫我们小辈，可以叫我们的名字，他们就可以叫我们的名字，叫我的出家名嘛。只有叫我的出家名，我的出家名叫班亚沙弥。那么那些长辈，他们叫我们班，他只有叫我班亚沙弥，他不可以叫我班爹的，清楚吗？所以这个是一些世间上的一种称呼啦。所以这个就是希望说你了解啦。啊，如果你不肯定说啊，出家人叫什么名字？但是你就叫曼爹就可以了的。但是有时很多你来到一间南传道场，会有几个南传出家人在那边，所以你一叫曼爹的话呢，那么大家都以为你在叫他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如果你去到某一间佛教道场，你看到某一个出家人，你知道他的名字，你不能直接叫他的名字的，你前面要加曼爹，你一定要加曼爹。像你不能来到我这边，你叫班亚沙弥。这个就是证明说你不尊重，你不会尊重出家人，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加曼德班亚沙弥，那么我就知道哦，你这个人呢，哦是懂得这个条规这种的这种的礼敬啊，你会尊重出家人啊。如果只是一间佛寺，只有一个出家人，或者是当你要叫出家人的时候，只有一个，你就叫曼德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有几个的话呢，你就不能了，因为你必须要确定你要再叫谁，哦，你必须要叫谁啊？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些礼貌上，我们来到南传道场的话，我们要懂得这些条规，OK？这些是一种条规，因为我们学佛者，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是要学到有礼貌嘛，哦，不要学到那种没有礼貌的，叫 hello 啊，哎，brother 啊，还是什么，哦，我们要分的，在泰国他们也是有不同的，哦，有些叫阿赞啊，有些叫龙婆啊，有些叫昭坤啊，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他们的身份呐，啊，哦，但是如果我们不懂他的身份，我们直接叫曼爹就可以了，哦，曼爹是巴利文，OK？不同的佛教有不同的称呼啦，哦，这叫称呼语，OK？好，我今晚呢就还会继续再跟大家讲解关于佛教的业力观，OK？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还记得我在还没有去泰国之前呢，哦，我也是有跟你们大家在分享关于这个佛教的业力观。所以在整个佛教的教法里面呢，哦，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佛教业力观。所以，当我们没有了解佛教业力观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进来佛教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充满着种种的迷信，哦，所以我们还会有很多迷信的做法，迷信的信仰。所以，当你彻底的了解佛教的业力的时候呢，它会协助到你去除所有的那些迷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个世间上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去研究佛教的业力观，所以变成在我们的，尤其是我们华人的这个
大日子里面，比如说新年呐，那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清明就要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里面呢有很多那些迷信的信仰，迷信的信仰，哦，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哦，虽然是科技越来越发达，很多人读书也读了很多，所以很多人呢都是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你会看到在宗教方面哦，还是有很多人呢有很强大的那种迷信的信仰哦，迷信的信仰。哦，所以尤其是在我们的新年期间，或者是现在即将来临的我们的这个华人的清明节，你会看到很多还是充满着很多迷信的信仰在里面哦。前几天我在 TikTok 那边我看到，还是在报纸，我忘记了。哦，我看到现在的人呢，他们也是在卖那些宠物，懂吗？他们也开始在卖以前没有的，去年好像也没有的，啊，我不知道啦，去年，哎，这几天前我上看到他们也是开始卖我们新时代的产品，知道吗？按摩仪啦，哦，一些电器啦，新时代的电器啦，现在连宠物也有卖哦。然后呢，我再去研究，哦，有再去研究，原来他们说哦，现在他们呢要烧这些宠物，猫啊、狗啊这些，给他的祖先去做伴，懂吗？好笑吗？各位，你看到这样的说法呢，你会是不是会觉得很好笑？现在连我们的死去的那些亲人呐、啊，包括我们的祖先呐、啊，他们也现在也感觉很寂寞，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们现在呢也需要有伴，所以要什么伴呢？然后要烧这些宠物给他们，给他们在下面有个班哦。我读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整个人要晕掉了。在这个时代，科技这么知识这么发达，但是还是有人相信这种的信仰，这种的说法。所以就证明说，很多人在宗教方面呢，都还是带着充满着。心里面还是充满着一种迷信哦，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去有了解了佛教的业力观了以后呢，那么自然而然呢，我们就不会相信这些东西的，我们完全不会相信的。尤其是当我们有更深的去了解佛教所讲的六道轮回，哦，六道轮回，每一道都有不同的业，每一道都有不同的果，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不会相信这些说法了咯，啊，你就不会相信说人死后呢，你烧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些死去的人呢，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了。所以呢，身为一个你有机缘进入这个佛门，你必须要深入去研究佛法，尤其是佛教讲的这个业力观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呢，我们也是看到很多人，哦。口头上他们也是说他们是佛教徒，他们拜佛，哦，但是呢，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些大日子来的时候哦，我们都会看到，虽然说他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呢，他还是有里面呢，心里面还有很多那些迷信的信仰。他们还没有正见，他们还相信说他们这样去做，这样去拜，哦，对方可以得到，啊，他们完全对这个因缘果报呢完全不了解了。但是当我们了解了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哦，每一个众生离开这个世间了以后呢，他就会带着他所造的那个业去投生嘛。那么去投生到哪里？那么我们没有神通的话呢？我们肯定不能知道的，哦，所以今天一般上对于我们的华人的信仰里面、传统里面，我们一般上都认为人死后呢都是去做鬼嘛，哦，去做鬼。那么呢，这些人去做了鬼了以后呢，哦，他们还一直认为这些鬼道的众生，他们的生活也是跟我们人一模一样，我们也是要有穿、要有住、要有钱花。
要这些我们人间所要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他们还一直认为一个人死后呢跟我们人的生活是没有分别，所以他们就用这些祭品啊去祭拜他们，来烧给他们。他们抱着那种的心态认为说，哦，他就是可以得到了。但是如果你了解佛教业力观的话呢，你会发觉到，哦，一个人死后带着那个业往生，所以当他去，比如说他带着那种不大好的业，他去投生去做畜生的话啦，比如说啊，他去做一只动物的话，在畜生道里面去投生了，那么我们今天所烧的这些东西，他怎样得到呢？我们不要说他下恶道，我们只是简单说他回来做人，他死后他又有善业，他又回来做人了。那么你烧这些东西，他怎样得到呢？因为他现在是做人的嘛，对不对？所以他怎样得到现在他的祖先所烧的东西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哦，他们有不同，有那种的邪见，有那种的迷信，哦，我们会发觉到他们有点可怜呐，哦，因为他们所花出的那笔血汗钱是感觉到最后呢是没有东西用。哦，感觉到最后是没有东西用。那么如果今天我们了解到佛教的教法了以后，哦，我们可以拿买用我们这些血汗钱去买一些东西，买一些物资，然后我们拿去做布施，拿去道场做布施也好，拿去到孤儿院老人院，或者是布施给那些需要的人也好，那么我们得到这个布施的功德，那么我们只能把这些功德我们分享回向给我们往生的亲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众生不管是在哪一道，我们需要功德嘛，哦，好的业力。所以我们呢如果没有好的业力，那么我们在不管在哪里，即使做人的话，那么我们肯定我们的生命不会好过的。所以在我所认识的佛陀的教法里面，我只认识到很清楚，就是说每一个众生都是需要靠善业，他的生命呢才能过得比较快乐，比较幸福，不然的话呢就很难了，就很难。所以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一个人死后他是带着什么业而往生，我们不知道。哦，所以这个佛语说堕胎而不生过月，这个呢我们就很难决定。那个胎儿被你打掉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那个胎儿的业是什么。所以如果他有善业的话，那么即使你把他打掉的话呢，他也可以往生善道。如果他你再把他打掉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善业，他也会下恶道的。所以我所认识的佛教所讲的这个业，对每一个众生在死的时候呢是看什么业产生。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看一个人，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哇，我是一个出家人，哇，没有做错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们过去做了很多很多那些不善业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还继续在生死轮回的话呢，我们都带着善恶业来投生的。尤其是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在死的那时候，在临终那个时候呢，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的恶业成熟。所以我们很难决定一个人他在死的时候呢是什么业成熟。所以现在的时候他可能你现在比如说你看到我现在一直在做好事做好事，可能到最后我要死的时候我的恶业成熟，那我也可以往生恶道的。所以只要我们每一个众生还没有修到阿罗汉三果二果一果的圣者的境界呢，所以我们的来生呢是没有一个保障的。所以这种的说法呢，我一直以来，如果你一直有听闻我在讲解佛法的时候呢，我一直都在强调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我还没有修到最少出果罗汉圣者的境界的话呢，我们的来生呢是没有一个肯定会在哪里投生的。
但是在目前的一般上的这个世间人的说法呢，人死后呢，一般上都是往二道去的，一般上都是往二道去的，记住吗？所以呢，只要我们还没有修到圣者的境界，所以我们的来生呢是没有一个肯定的。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做好事，但是你不知道，哦，只要你一天还没有修到圣者的境界，你还是会有做错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做错，你不要以为你不会犯戒，因为你我还没有修到圣者的境界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污染的心，我们心里面还会有无明，还会有贪嗔痴。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些不善的心，这些污染的心呢控制着我们，所以我们呢就没有办法超越它，所以我们就无形中我们就放下了这个恶业。所以有时候呢，小小一个恶业，我们可能认为没有事情，懂吗？但是呢，这小小的恶业，我们有时候造了以后，它就是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它才来浮现，就是因为那个小小的恶业，它就会让我们往生恶道去。所以呢，在我所认识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我们一天不解脱，都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南传的教法里面呢，这么强调我们要精进努力修解脱道？所以这个就是在南传的教法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佛陀呢，在八地藏里面呢，我就是一直有看到，哦，一直佛陀一直有鼓励你们，哦，大家要精进努力，哦，尤其是对他的佛出家的弟子，哦，佛陀一直在鼓励勉励大家要精进努力去追求解脱。那个时候佛陀在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哦，然后呢慢慢呢佛教呢就一直跟着因缘的改变，时代的改变，所以这种的观念，追求解脱的这种的观念呢，慢慢的在远离人类了。我们不要说其他道的众生，我们说人类就好了。所以在这个世间上呢，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很多人呢在追求解脱，在修解脱道这条道路呢，已经越来越少人去修了了。所以大致上呢，你会看到目前有很多佛教呢，他们没有再修，没有再提倡，没有再教导怎样修解脱道了。所以你要在这个世间上，现在你要找到一间道场的有在提倡，要有在一直教导人家修解脱道的这种的道场呢，已经是很难可以遇到了，很难了，真的。大部分呢，很多那些道场呢，都是教你们修福啊、持戒的，人天福报罢了，人天福报罢了。叫你们要持戒啊，布施咯。所以现在你看在我们佛教的道场，哦，每次我们办什么共生法会啊，很多人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要办什么进修课程啊、禅修课程啊，你会看到很少人的。单单现在目前以我的这个实体佛学班跟我的实体禅修班，我就可以看到来参加我的这个实体佛学班跟实体禅修班的人数呢，少得很可怜。所以如果我要办什么共生法会啊，哦，你会看到人就很多，你会看到人潮。但是如果你要办这个像我这个禅修班啊，或者是佛学班呢，你会看到啊，哇，你真的是摇头啊。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众生哦，他们的智慧呢已经没有这么强大去了解佛法真正的在教导我们是什么，他们真正的很难去了解到佛陀要我们去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变成现在很多道场呢都已经变成在提倡人天福报罢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啊，讲到布施啊、持戒哦，戒呢可能在这方面也不是吃得很圆满。我自己本身也是看到很多哦，在家人哦、出家人哦，在持戒方面呢也开始不是很严格了，
慢慢的已经开始，不严格了，有点放松，有点放松了，所以这个就是佛教就是很难让人要真正的要去付出接受这种的人呢，不多了，不多。大致上呢，一般上呢，我们人类呢还是喜欢说，哎呀，我们还要追求世间的快乐啊，还要去享受我们物质上的生活啊，所以变成就是因为这样咯，所以在修解脱道方面呢，已经开始慢慢的离开我们人类了，所以到最后呢，真正在这个世间上，你会越来越难看到真正修行成果的人哦，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巴利经典里面呢，也是有说到很清楚的，已经说到很清楚了的。佛陀自己也是有讲，所以在我们南传的传统里面呢，我们都已经说得很清楚，真正的佛法啊，最多留存在这个世间5000年罢了。所以现在已经过了2600年了嘛，还有2000多年就没有了咯，是不是？没有了，没有分了。真正你了解供养僧团的话呢，是没有分的。僧团就是僧团，没有说大小的。僧团是什么？僧团的意义呢？定义是什么？最少四五个，最少要4个出家人聚在一起。那个时候你在做供养的时候，叫做僧团的供养了。所以最少要4个以上才叫做僧团。所以当你来做布施的时候。当你来做供养早餐也好，午餐也好，还是说你要供养任何的资济的话呢？如果你去到某一间道场，尤其是在泰国，就比较容易找到一间道场呢，会有很多出家人。所以每一次呢，在泰国呢，他们就比较有那个机缘。每一次他们去道场的话呢，他们都可以直接供养给僧团。所以僧团呢，没有分说，哎，你刚出家还是晚出家。还是你出家比较久，还是你出家不久，没有分的。只要他已经是出家人，穿上如法合法的穿上袈裟，只要他是一个出家人，聚会在一起，你所供养的就是供养僧团。所以真正供养僧团是没有分的，没有分的。但是现在因为大家对这个僧团的那种的观念呢越来越模糊，所以现在呢很多佛教徒呢。他们所做的供养呢，都倾向个人的供养，这个是我有注意到了。目前在这个时代呢，很多那些佛教徒呢，他们所做出的这个布施，他们已经开始倾向个人的供养，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说某某某某出家人比较有名望，哇，在这个世间有很多随从，很有名望的一个出家人，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认为说啊，我供养这个出家人啊，会有很好的功德。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已经开始倾向这种的想法了。所以其实，在佛陀的真正的教法里面呢，你要布施给谁也好，你的那个动机，你是要布施给僧团啊。所以在我的这边的做法，我就是一直有教导他们说，在供养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呢，我必须要他们念那个供养文，供养文，所以供养文里面呢，他们所念出来的就是纯粹就是供养给僧团罢了，供养给僧团罢了。所以我们不管你我，不管是他出家久还是不久，还是刚刚出家，他只是在那个时候代表僧团接收在家人的供养。我们只是代表僧团接受在家人的供养罢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念那个供养文给僧团的话呢，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倾向在做个人的供养了，个人的供养了。所以在我们所认识的佛法里面呢，你要得到很殊胜的功德、高尚的功德呢，你就有供养给僧团。你个人的供养呢，也是有功德，但是没有100分咯，没有100分咯，所以它是有不同的层次的，不同的做法的。所以一般上我们都是鼓励信徒你们来做供养，你们不可以有分别心，你不可以说，哎呦，因为你喜欢这个出家人，或者是因为他有比较有名望，
所以你就特别供养给他，那个变成你个人，变成个人的供养了，你不是供养神团的。但是这种的教法呢，很多现在目前有很多佛教徒不知道了的，很多佛教徒不知道的，所以尤其是在槟城，我也是看到很多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咯，有这样的问题产生。所以呢，我这边附近也是有一间道场，有一间道场，所以呢，有一个老和尚，他也是有一点名望的，所以呢，他每次来这间道场的时候呢，都是很多人来做供养的啦，因为很多人认为哇，这个老师傅啊，老曼爹他修行很好啊，甚至有一些传闻说哇，这个曼爹好像有果位啊，哇，传到乱七八糟，你懂吗？所以有一个信徒来找我，来跟我说曼爹入斋哦，佛教曼爹啊，一听讲啊，一有果位人哦，我不要讲那个曼爹的名字啦 ，OK， 是有一个信徒他自己跟我说，哦，他在他的观念里面。他说那个曼爹是有果位的人，那我就直接问他咯，我直接问他，安迪啊，你现在说那个曼爹有果位，是不是那个曼爹本身跟你讲的？是不是？我问他嘛，他说不是，他说听说。我说安迪，如果是听说，你不要乱说哦。如果那个曼爹本身没有跟你说他是有果位的人，你不要随便乱讲哦。我跟他讲，据我所知啦，跟着我们的出家人的戒律，我们不能随便讲我们的境界的，我们不能随便说啊，我登什么什么果位，我登什么什么境界，我们完全不能讲的，那么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条规。如果那个出家人哦，他会讲出来呢，他犯戒的，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他是已经修行到圣者的境界，他应该不会犯戒了的，他应该会遵守他的戒律了的。所以为什么那些正了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这些圣者，他们不会往恶道去？为什么他们死后他们不会下恶道？因为他们不会违反戒律，他们不会造恶了的。所以你说这个曼爹他会跟你们讲没？我问他，我说听说的话你不要乱传哦。所以很多人学佛啊，现在学到啊，歪了，你知道吗？只要一个出家人啊，他比较有年纪的，有点名望啊，很多人就开始推测了，他一定有果位，所以变成他每次来的时候哦，哇，一大堆人哦，一大堆，难道那个曼爹自己吃到一大堆的食物？然后这个曼爹他一离开那间道场的时候，哦，全部不见了，没了。不敌啊，所有的那些来布施的不见了，所以那些曼爹住在那间道场的没有人留了，只有剩下几个一两个去缅甸咯，去拿食物给他们吃咯。所以你看呢，现在的人学佛学到这样的态度了，变成这样问题产生，现在在槟城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产生，所以他们现在的做的供养呢，哦，不是什么，不是供养僧团了的。所以如果你知道说我只是去供养僧团的话呢，你只要去供养罢了，不管那间道场的曼爹是怎样的，你不去在乎了的，只要有出家人在那边，哦，你去做供养，抱着那种的心态你去做僧团的供养，那么你同样你会得到这个果报。所以在经典里面我们也是有看到佛陀本身他也是一直在鼓励你们不会认为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么有名望的人，你不会认为说一定会有很多人会特别供养给他的吗？他一定会有的吗？他这么有名望的一个修行者圣者，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义很响的，佛陀在那时候在世间的时候，他的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修行是怎样，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人特别的想要去供养他罢了的，会有很多的，包括他自己的姨母养大，把他养大的他的那个奶妈，他也是到最后他也是有想要发心
布施特别的一件袈裟，他亲手去制作一件袈裟，用特别的布去做一件袈裟，想要特别的去供养佛陀。到最后呢，那个地方还在尼泊尔。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朝圣的话呢，我会带你们去那个地方。所以当时这个姨母想要特别的专门只是供养给佛陀罢了，但是佛陀呢，也劝导他的姨母供养给僧团，供养给僧团，因为佛陀自己知道嘛，供养给僧团会得到更强大的善业的力量，佛陀也希望说他的这个姨母呢，可以得到更强大的善业嘛。所以他就叫他转去供养给僧团，所以佛陀也是跟他姨母说，如果你供养给僧团的话呢，我自己也是僧团一份子，我自己也是僧团一份子，所以你供养给僧团，其实你也是供养给我了，包括他自己也在内了。所以你看，佛陀的智慧，他佛陀每次教导我们去所做的那些善事呢，哦，都是希望说我们得到更好的业的。这个就是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慈悲，他不会因为个人的利益，哇，你制作这件袈裟这么好，哇，好，你不供养给我，只要有功德也是有功德，供养佛陀也是功德很殊胜的，但是佛陀也不要他得到只是供养佛陀的那个功德，佛陀要他得到更高尚的功德，供养给僧团呢。所以各位在这边，我只是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说，你们不要有分别心去做，不管一个出家人他有名望还是没有名望，只要你知道他是如法的去出家穿袈裟，他还是一个出家人，不用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开始穿袈裟，也不是生子来的吗？从佛陀时代到现代，没有一个出家人成为圣者才穿袈裟的嘛，对吧？从佛陀时代开始到现在，也是大家开始了解，开始修，穿起袈裟，慢慢修，慢慢修，才能成为圣者的嘛。所以你不要因为说啊，我现在，我不是圣者啊！我不要供养你，我不要支持你。那如果每个人这样想的话呢？那我怎样继续穿袈裟来修行呢？我是没有办法继续穿袈裟来修行了吗？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被误导。我也是曾经遇到一个没有听闻佛法的。他没有听闻佛法，所以他也是知道要供养阿罗汉会有很好的功德，但是在他的观念里面呢，他没有说供养僧团，他说他听闻到的是什么？他要供养给阿罗汉才有功德，所以他就说我只是要供养阿罗汉罢了。那么我心在想啊，你怎样知道他是阿罗汉呢？他会跟你讲吗？一个阿罗汉他已经修到那种的境界，你说他会跟你说他是阿罗汉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阿罗汉呢，你不了解，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阿罗汉的。阿罗汉也是我们普通人出家修行修成功的吗？比如说我今天我是。我比如说啊，我今天我是阿罗汉，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我们成为阿罗汉的，我们有特别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的肉体会变，我们的皮肤什么会发亮，不是这样的。阿罗汉很多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出家人，有可能他是阿罗汉，你哪知道？他会跟你讲的，而且在他的这边头上他会写我是阿罗汉的吗？他也不会时时跟人说 "I'm Arahant, I'm Arahant"，会吗？你说会吗？所以你要等到你要遇到阿罗汉什么时候？你说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能遇到阿罗汉？
所以，如果你要等这种的阿罗汉出现在你的前面呐，你慢慢等呐，我告诉你，你慢慢等，你不用做了。所以你看呐，一个人呐，没有佛法的人呐，哦，是不是很可怜？可怜，就好像我以前这样，没有佛法的时候，不了解布施给出家人，我看到每天早上，出家人在我前家门经过四五个，有时。10个这样，我们都不会做。以前我小的时候，我是住在响甘崩的嘛，响甘崩都是有佛寺有出家人的嘛，所以泰国和尚想回修啊，我们说想回修，他们一般上早上呢都会出来托钵的，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人不了解，我父母亲也不了解，也不会去做。每天都看到他们经过罢了咯，但是也不会说拿一样东西去做布施给他们，可能他们也是阿罗汉，我们哪知道？在佛陀时代，你一看，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觉悟了嘛，悉达多太子觉悟了嘛，然后呢，他就回去他的故乡迦毗罗卫国迦毗罗瓦斯杜，他父王一直要他回去见他嘛，所以呢，佛陀呢。过后呢，就选一个时间回去迦毗罗卫国。那时候迦毗罗卫国的人呢，完全不是不懂佛法的，完全不懂的。所以呢，佛陀呢就回到他的故乡迦毗罗卫国。但是呢，那时候呢，所有他的那边的人民，包括佛陀的父亲、父王，他们也不知道他是阿罗汉，他是佛陀。他们完全没有一个概念，所以他们就不会去做布施哦。他们不会去做布施，甚至佛陀本身讲呢，他也是继续的出去托钵，早上他也是直接拿着钵出去外面，而得到谁的反对？他父王本身在阻止他。他父王也跟他讲："哎呦，你是一个王子嘞，你的身份这么高尚呢，你现在出来托钵下水，丢我们的脸呢。"他父亲也不看，不能接受他儿子去托钵呢，因为他不了解。然后佛陀跟他讲，他是跟着他的佛陀的传承，就说以前佛也是这样。必须要出去托钵了，所以佛陀呢就开始慢慢去开导他，跟他父王讲，为什么他要去托钵，托钵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给人家如果能布施给佛陀，佛陀去托钵的时候，可以度到很多很多人，然后呢，可以让很多人呢去做这个布施，然后呢，让他们有机会。去提升他们的善业，所以佛的重点就是在这边。佛陀本身他自己修行的这么圆满的，只要谁去扶持他、支持他、布施给他呢，就会让对方呢得到很殊胜的利益、很高尚的功德。佛陀就是要众生借用他的本身的因缘，提升他们本身的善业。这个才是重点，不然佛陀出去托钵做什么呢？不然我们出家人等着你们来做布施，来接受你们布施，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佛陀不允许我们出家人自己去赚钱，自己去找生活？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出家人去托钵，或者是去接受在家人的供养？为什么？重点是要协助到对方。那些布施者可以提升他们的善业，这个才是重点呢、啊。但是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的说法，很多人对我们出家人不了解，所以他们就什么呢？批评我们出家人不做工，等做人家施舍，假扮卖做工啊，笨拙啊，甚至有一些哦，这个可能是失念了啦，或者是破产了啦。或者是懒惰做工了啦，跑来佛教做出，跑来做出家人啦。
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想法的。以前我没有学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想法的。你的。你的心念，你只是去供养僧团罢了，所以你不要去管他是多少个出家人在那边，我们全部都是代表出家僧团接受你们的供养罢了。啊，没有个人的供养，个人供养也是有功德，但是他的分数会少一点。你要得到圆满的布施的功德的分数呢，你就供养僧团罢了。所以。在泰国就比较好啦，在泰国会有很多，因为每一间道场都有很多出家人来代表僧团，哦，不是说哦，今天你来这间道场，哇，有10个出家人，然后呢这边道场一个人，你不要以为是说，哎，功德是有分别，功德是有分别，是你的心念是你供养给僧团还是你供养给个人？今天你是来到这间道场，只是一个出家人。然后你去另外一间道场，10个人，你的动机是供养出给僧团，他的功德是一样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就是因为在经典里面没有正确的去了解，所以他们认为说，哇，越多出家人越好。所以呢，现在在马来西亚呢，就是很吃香这样，只要那间道场很多出家人了，一定很多人去的。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惨了咯，我们这边只是一个两个这样。又没有名望，又没出名，没有什么人来哦。但是不会饿就对了啦，我们不会饿就对了啦。所以不管怎么样，讲到最后啦，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出家人，都是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善业来生活，靠我们本人的功德来过我们的人生。啊，所以今天，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人住嘛，所以我现在还是靠我自己个人的善业咯，靠我个人的功德咯，所以最少我的这个业，我这个功德可以协助到我什么呢？不会饿肚子，啊，不会饿肚子就对了，两餐是肯定没有问题啊。直到目前我个人的业啦、善业啦、我的功德啦，还可以协助到我。两餐不会有问题就对了，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功德。所以，我时常讲嘛，一个人没有佛法的人，对业力不了解的人，对因果业报不了解的人，他会有一个邪见，一个邪见是什么？板当哦，板当会听吗？那是福建话来的是吗？板当。一般的人呐、啊，没有佛法，对佛教业力观不了解的人，他会板当啊，所以很多东西他不能做的，板当啊，过年的时候你看很多板当的啊，现在清明来了咯，也是板当的，很多板当的，你知道吗？啊，但是呢，对我们佛教徒来说啦。我们做身为一个佛教徒啊，有佛法、有正法的人呐、啊，我们也是会有板当，啊，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也是会有板当的，板当会叫什么？你们听懂吗？板当，华人叫什么？我都不懂，你们懂吗？怎么叫板当？我们佛教徒也是有板当，板当什么呢？我们板当是什么？你知道吗？板当无功德啊，板当无善业啊，那个才是真正的苦啊。因为我们一般上的人是说，哦，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去做，不能去摸，不能去看，看了你会衰，看了你会不好吗？对不对？看了你会很苦吗？对不对？看了你的生活会很惨呐、啊，是不是？这是一般人的观念是板凳就是这样嘛，所以有很多东西他们不能去看呐、啊，不能去听啊，不能去摸啊，不能去那边，不能去这边呐、啊，对不对？
那个就是板凳啊，因为板凳的后果是什么？那个东西会给我们很苦的生活嘛，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我也是会板凳，我板凳是什么？板凳我没有好的功德，板凳我没有好的业，所以如果我没有好的业，没有好的果报，没有好的功德，那么我就很惨了咯。我吃有问题了，我穿有问题了，住有问题了，生活有问题了吗？所以我们真正是什么？所以我们身为一个真正的佛教是什么？佛教徒是什么？我们板凳就是不功德，什么都不板凳。你叫我去哪里看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无板凳啊，代表板凳啥物？无功德啊，你无功德，无人来 support，你无功德，你无好的业，吃家己啊，家己爱吹吃，好业本无物件互人，人无物件互你。无拄着人会报喜哦，咯，是毋是板凳？这个是我的观点，叫做板凳啊。所以我们就是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就做咯。OK？啊？什么？请问，如果大师傅到店里吃东西，如果师傅亲自选要吃什么食物煮好了，于是再来亲自供养如法吗？你去店里面，如果看个人呐、啊，看个人修行咯，对吗？严格上呢是有点不正确啦。OK，我们出家人是没有得到选择的嘛，对不对？没有得到选择的，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你要带出家人去店里面吃东西的话，可能你是为了要他人吃多一点。那么你有问还 OK 咯，哦，你问啊师傅你要吃什么？那么肯定说我们普通人呐、啊，我们普通人呢，选择我们能吃的东西呢，那我们会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晚这个时候晚上我们就不会饿，因为我们过午不食的嘛，对吗？过午不食的，如果我们你拿过来的东西，包括我现在了，我现在这边也是一这样。我们是没有选择，所以信徒拿过来什么，我们就看咯，我们就看什么食物我们可以吃，我们比较有胃口吃的那种的食物。这个就是看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是说这道菜，比如说这道菜我喜欢，我可以吃，不是喜欢，OK，我适合我的口味，我可以多拿一点，我可以先吃多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吃多一点，可以让我过后呢没有这么快饿。你们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呐、啊。我们出家人有时候呢，真的是有时我们看到那些食物，有时真的是不适合我们口味的，所以我们吃也不多咯，吃是可以吃，但是我们吃不得很多，因为那个口味不适合我们嘛。OK，当那个口味不适合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吃的不多，吃的不多啊！现在开始，这个时候就开始饿了咯，开始我们的肚子啊，开始咕噜咕噜咕噜了咯。啊，你们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时常会遇到的，所以有时候呢，信徒拿来的东西，哦，我们是没有得到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吃的。所以如果你到你请师傅带师傅去店里面吃，哦。如果师傅你要他选择吃他适合的东西呢，是还 OK 咯，还 OK 还可以接受啦，因为他能吃多一点，他就会饿啦，对吗？啊，所以这个也是看个人啦，这些东西是没有定论的啦，OK 看个人的，看个个呃每一个师傅他们的修行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你不要期望每一个师傅的修行的程度是一样哦，你不要认为说哇，所有出家人，哎呀，他们一般会使食啦，OK 啦，啊，伊未食是如果伊无修行咯，伊修行无好咯，很多人就是这样衰样的，你知道吗？有的人啊，只要衰看你，啊，只要我们出家人做一些动作啊，哦，你们看起来不安，你们就说我们无修行无好咯。在家人很喜欢讲我们出家人这句话的，我听太多了，
这个师父不修行的啦，啊，这个师父啊，修行不好的。好，在家人很喜欢讲我们出家人，所以各位，我告诉你，要做出家人不简单哦，现在很压力的，没有宵夜的哈，我们没有吃宵夜的，过了午餐了就没有吃了的，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戒律。所以现在啊，做一个出家人真的不简单呐，不简单，尤其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啊，动不动就会讲我们出家人，所以到最后啊。到最后真的没有人敢出家，因为压力太大，所以不简单。现在这个时代啦，再接下去的时代更惨了，更多压力啊。因为现代的人啊，他们的那种的知识啊，世间的知识太强了啊，所以他们一直会用他们的知识来压制、控制出家人的行为，所以很苦咯。所以不简单啊，现在做出家人了，哦，所以你自己认为是最重要是说你带出家人吃啦，要给他吃得好啊，他可以吃的啊，即使你叫你开口，你要你自己本身要开口叫那个门店呢，自己说啊，门店你要吃什么，你讲就可以啊，你可以讲的 ，OK 啊。我们不是说不能跟你们拿好东西，你知道吗？只要你们给我们批准，我们就可以跟你讲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如果你们没有给我们一个 permit 啦，我们就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四处跟人家说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买这个给我，我买这个给我，不可以的。所以为什么在真正的南传的传统的里面，传统的做法里面呢？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嘎比亚？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嘎比亚呢？嘎比亚就在家人，就是我们的侍者咯。所以如果我们需要什么啊，哦，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跟嘎比亚讲啊，嘎比亚就会去买给我们啊，去安排给我们咯。啊，所以佛陀时代到即使到现在也是有一些比较严格，在修行方面比较严格的话呢，那么他们就会有这种的侍者跟随着他们咯。哦，所以呢。嘎比亚呢，就是协助出家人需要他们生活上的东西，然后他们去解决。所以我们出家人就是有这样的条规，不能四处去跟人家要求东西啊。所以呢，你们要一个出家人，你要帮一个出家人，他们生活上需要的东西，你要去跟他讲，你去跟他讲，阿曼蒂，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啊，你们可以跟我讲，你要给他一个 permit， 你要给他一个批准。那么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呢，他就会跟你讲。但是呢，你给了这个 permit， 批准了这个出家人，哦，允许他跟你讲他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四处去跟人家讲，哎呦，这个门弟怎样怎样，这个门弟啊跟我讲他要这个要那个，哦，这个你就不可以讲哦。这个你变成你造恶业了，知道吗？因为他不是说无端端来跟你说要东西，是你给他批准的吗？你给他批准了吗？所以你变成他的嘎比亚了吗？所以他有一天或者是很多时候，那个门弟来跟你讲他需要这个需要这个的时候，你不可以随便在后面催他，知道吗？讲他不是的，知道吗？你有恶业的，知道吗？所以你这一点你们要小心啊。哇，好人好批准叫人讲安怎安怎，到尾讲人安怎安怎，哇，你一个人，哇，你心安尼拉啥嘛呢？哦，害到那个出家人呢，名声落地咯，是不是？所以呢，这些道理啊，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呢，很多时候啊，你们哇。哦，你们不知道哦，所以你们造恶业，你们还造到不知道啊，很可怜啊。所以你们要带出家人去外面吃东西可以的，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他选择吃什么，你要开口跟他讲，如果你给他本命了还 OK 的。因为吃东西啊，我们不是圣者吗？对不对？我们还没有修到哇佛陀的境界阿罗汉的境界吗？所以我们普通人
我们也是有时我们在吃方面，有时我们也是不能说哇什么都吃的吗？对不对？就好像我这样，我自己本身有糖尿病的话，你不能买什么都给我吃的吗？我一定要选择的吗？我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有分别心，我有贪心，我有嗔心，没有，是因为我选择的那些食物是为了我的健康嘛，对不对？所以很多安迪他们买那些甜品啊、cake 啊、甜的啊、ice cream 啊这些全部来，我是接受，但是我没有吃的。啊，不是说因为你们的供养不是不好，你们的供养是供养，但并不代表我们出家人要吃到完的，知道吗？不是说你拿什么来我都要吃的，知道吗？我们也是要看我们自己本人的健康的嘛。所以这些都是。哦，都是要很清楚的吗？你要告诉他们有 diabetes，很多他们没有常来的，他们哪里知道？很多是是偶尔来的嘛，对不对？只有那些比较时常来的，OK，他们知道啊，曼迪他有糖尿病，所以他们就不会买那些甜的东西过来咯。但是有一些他们也是照买，你也是不能做什么啊，对不对？因为现在在市场上的东西很多都是有甜的嘛，所以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你要他们特别去煮啊。我看现在的人很少咯，很少，现在比较很少人啊，他有那种的心思，去特别去准备啊。我现在要准备的是适合盲店，因为他有 diabetes，没有啦，很少啦，很少啦，啊。所以我们能做什么？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必须要了解。所以那些人他们也是照买，比如说他们很多，比如说早餐，他们也没有自己准备的嘛。现在很多人都不自己煮啊，什么没有的，所以很多都是到外面去买的嘛。打包的东西，你说怎样？哦，定高淀粉、高糖分的，所以你不要吃啊，没有办法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没有办法之下呢，我们也是要吃啊，我们也是要吃的，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你不吃吗？只是说我们吃的比较少，所以我们会减掉它的分量哦。所以为什么我要去运动？为什么我要努力的去爬山去做运动？因为我没有办法，我要消耗我里面的糖分啊，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控制不到。我们不是自己煮吗？是信徒拿来，你又不能说安迪，你这个不要拿，那个不要。我看没有一个人敢来我这边住布施，你相信吗？如果我要求说安迪，你不能买这个，因为这个是有糖分、高淀粉，怎么治疗糖尿病啊？对糖尿病患者不好，你要煮那些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你说那个安迪还会敢来吗？我看他不见了喽，对吗？所以我们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你要买什么来，买来就好了。供养出去，念经文，供养给僧团，我代表接收过后，你的功德就有了。所以你不要去烦恼我有没有吃，OK？你不要烦恼，你供养出去的食物全部饮品，你念了那个供养文，我接收了，跟你没有关系了，跟你完全没有关系。我要吃不要吃是我的问题呀。所以我自己本身知道自己的健康问题，所以我自己要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咯。所以你不可以批评我，哇，这个曼迪不，什么没有选我的食物，吃他的食物，你不可以讲了，你不可以讲这句话了。啊，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啊，哦，他们不了解啦，他们以为说，哇，我供养的东西啊，他们一定要，曼迪一定要吃才有功德啊，他的食物要进到曼迪的肚子里面。才有功德，所以他就看着你咯，看到你行啦，看到你行，我会猜无，偏偏伊行来，搞了是甜的，如果安怎？安弟、安哥，我问你啦，伊行搞了是人来不第三杯食的，你安怎？伊看到你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咯，伊看到你嘛，你嘛行淡薄咯，行淡薄咯，所以有时啊，各位，我们做出家人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假人会肥好食，杂货肥不好食，真的不简单的，所以我们就看着办了，看着办，哦，
蜜糖应该不可以，以我个人的经验，所有的蜜糖不可以。很多人说有一些蜜糖可以，但是我自己试过了不可以，因为我们时常有自己做检验的嘛。所有的蜜糖我自己，有些人他们说可以吗，那些说可以的人啊，他自己没有 diabetes 的。我告诉你，有一些人啊，他跟我说啦，曼迪这个蜜糖可以喝的啊，我说你怎样知道，他说听说罢了。他听说啊，听人家说啊，这个这种的蜜糖可以喝的啊，纯的啦，像你讲的纯的。开始我不知道咯，我不是听哦，我就拿来喝，一喝隔天我去检查，马上上了我的血糖，所以我就知道任何的蜜糖都不可以吃啊。椰子水可以，椰子水少喝啦，不可以喝太多咯啊。很多东西啦，你们其实我现在跟你们讲啦， OK， 你们如果真的想要去做布施去做就对了的， OK， 最好是说你知道那个曼迪有什么病，他不能吃什么食物啊，你就不要带那种食物去做布施啦。但是如果你说啊不用紧的啦，我带去，我的心是做供养，曼迪吃不吃不用紧的啊，这样就 OK。 你带着那种的心去做，那么你就会做得很法喜哦，啊，你不要带着那种的心，我去做，曼迪一定要吃，那个你自己有问题，你也会给我们出家人有压力 ，OK，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智慧来的，所以做达那啊，做布施，你不要以为这么容易啊，你不要以为啊，我拿去做布施就是有功德，所以你要有那个智慧的，做布施也是要有智慧，所以你才会做得更圆满呐、啊。那么很肯定的，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啊，我们要做布施，尤其是饮食方面呢，我们必须要做到，可以限制到那个曼迪呢，可以得到有营养啊，哦，限制到他肉体没有问题呀、啊，啊，这个就很好的功德喽。但是这个你必须要亲手下手去煮的。就好像悉达多太子他本身这样啊，悉达多太子你们都知道嘛，哦，修六年苦行，修到他都差不多连命都要丢掉了的，是不是？那时候他没有吃吗？所以没有吃吗？所以他就遇到这个苏亚达了，苏亚达他就知道吗？他就知道哇，这个人哦，他很弱了，他需要好的食物，有营养的食物，所以这个苏亚达呢，他就特别去做那盘啊，八宝粥，我们叫做八宝粥啦，华文叫做八宝粥，所以他就特别的去煮一碗粥给他，很有营养的，用牛奶很浓的几十头的牛奶来拿来煮，所以他很用心的去煮那一碗粥给悉达多太子吃，所以悉达多太子就是因为吃了这一碗很有营养的粥哦。所以马上他的这个身体啊，他的健康就恢复了，马上他就可以得到他的这个健康了嘛，就是因为那一碗粥很有营养，就是来自这个这个苏亚达他很用心的去煮啊，这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呢，苏亚达呢他不是那一碗粥啦，他的功德啊，哇，无量啊，我们真的是那种的工作台词叫做无量，你知道吗？无量的意思就是说苏亚达哦，他在天界啦，天界异界，天界享受他的福报，直到他成为圣者啊，这种的功德才叫做无量。所以呢布施呢也是要懂的，你知道吗？不是随便去做的，你知道吗？哦，你布施了那个食物，吃了给那个出家人修行有体力有健康的身体，他修行他成功，哇，你的功德就圆满了，你的功德就很殊胜了。所以呢在这边我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布施了哇一个出家人哦成道了才有很好的功德，没有哦，不是说布施给那些已经成道的人才有殊胜的功德，佛教不是这么讲的，佛教就是说即使你布施给那个还没有成道的，你给他吃了，他有精力修行了，有体力修行了，
所以他修行了，他成功，你也可以得到很殊胜的功德。所以为什么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你真正会看到说没有特别的分别，哦，你去做布施，只要你的动机是要协助这个出家人，给他好好去过他的出家生活、修行的生活，资助他，让他走这条修行道路，可以走得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他成功，你就是有功德了，啊。所以，但是呢，目前这个时代，哦，慢慢这种的说法呢，已经开始乖离了。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徒，我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已经偏了，他们的布施的心已经开始偏了，偏了了。他们不是真正为出家人而去做布施，不是真正为僧团去做，他们是已经有偏了。他们只是注重在某一个出家人、某一个僧团，哦，他们认为的他们的那个僧团，哦，是比较好修行，哦，比较有好的果报，所以他们的心已经开始偏了。但是真正的佛陀的教法，他不会教导我们是这样的。你会在经典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佛陀真正的佛陀的教法呢，不会教到我们会有分别心的，所以你修行修到最后呢，你的这个分别心没有有的。所以你看那些在佛陀时代最有名望的在家人、在家弟子，哦，阿那达比尼嘎跟比萨卡、达米嘎有几个很出名的在家人。所以他们去支持三宝罢了，他们只是去支持三宝。尤其是你去看阿那达比尼嘎，只是给孤独院那个在家居士，他不止去支持僧团，不止去布施僧团，他还布施给那些比较贫穷的人。只要任何人需要什么帮忙，他就是会帮忙了。所以他的心呢，他没有分别。但是阿那达比尼嘎他已经是出果圣者了，他的心已经是圣者的心了。所以在行善方面，在布施方面呢，他完全没有分别心的，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他一律的都是去做布施，去帮忙这个啦。所以他的功德呢是无量的，无量的。他把他的所有的财产哦拿出来买那一块地，只输给孤独院耶达万那，但是呢，他没有破产。虽然他把所有的财产挖出来。哦，要买那块地布施给佛陀、给僧团，到最后呢，你会看到的是什么？他没有破产，反而呢，他的福报呢越来越强大，到最后呢，他成为出果圣者，啊，他成为圣者的境界。他就是因为没有分别心，所以在家人来说呢，阿那达比尼嘎呢，哦，只托太子，啊，只输给孤独院。只数给只陀太子，应该是叫只陀太子阿那达比尼嘎，给孤独长者，他是一个最好的在家人的一个榜样。在布施方面呢，没有分别心的，出家人、在家人也好，只要一力，只要任何人有需要帮忙，他就是去做布施了。所以佛陀也没有去阻止他呢，他是佛陀最忠诚的一个弟子来的吗？大护法来的，佛陀的大护法来的，但是佛陀也没有阻止他。喂，阿那达比尼嘎，那帮人在家人，他们没有道德、没有修行的，你不要去布施，没有功德，没有，佛陀没有阻止他。他要做，佛陀也是给他去做，因为他需要嘛，对方需要嘛，不管是在家也好，出家也好，他就是需要生活上的东西嘛，因为他没有福报嘛，在家也好，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他没有福报的话呢，他生活上就很苦了嘛，生活上很多需要他就缺乏了嘛，是不是？就是他不是说要去向你祈求，就是因为他本身他没有福报，但是他又需要那些东西，需要食物，所以没有办法啊，那个恶业逼到他，就向人家乞讨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到印度朝圣的时候呢，那些导游呢，我不喜欢他讲，哎，你们不能去布施给那些乞丐，哦，我们会宠坏他们，让他们不会去做工。各位，你想一想啊，这些乞丐，你会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的业不好，所以逼到他们啊，找生活没有办法找生活，你知道吗？你以为他们很喜欢的没？有一些真的是没有办法，他的恶业
让到他生活很苦，他没有得到治疗，没有得到穿了，生活上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向我们乞讨，向我们要求我们帮忙。你以为他喜欢的咩？他是没有办法的吗？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业就是这样，让到他要厚着脸皮，谁需要去厚着脸皮向人乞讨呢？有时我们的业、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命不好，所以我们逼到我们要向人家乞求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出家人也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要过出家的生活，你就要准备面对种种的问题，面对在家人的批评，面对社会上的不同眼光，很多问题的你们完全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要看脸色吃饭的，知道吗？有时我们真的要看脸色吃饭的。有时我们要讨好一些人的，知道吗？有一些人啊，他们你要讨好他，他才会来做布施的，知道吗？说很多很多，我们要有那个智慧来做人的，知道吗？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你们懂没？你们不懂。很多那些细节啊，你们看不到的。我们做一个出家人，我们看的很多东西，而且我们出家人所接触到的人很多，不同种类的人。你们在家人会像我们接触在家啊，接触人类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咩？不可能的嘛。我们什么人我们都可以接触到啊，什么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你就是要有那个功夫，你就是有那个智慧，你就是要有那个慈悲来去面对，不然的话很苦的。不然的话，你会很苦的，真的，所以不简单的，所以你会真正会体验苦是什么，你会真正体验佛陀所讲的苦是什么。其实我们真正的苦是来自哪里？我们真正的苦来自哪里？你说，你们说你们学佛了吗？你们真正的苦是来自哪里？为什么我们会有苦？为什么？你们学佛学了懂这个道理吗？苦是来自哪里？佛陀他们出家了，修行了，圆满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苦？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修成圆满的，我们会有苦？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你说，看你们的佛学知识到哪里？自作，TikTok 的也是有人回应，哎，你们 Facebook 嘞，哎，你们输给 TikTok 的佛友嘞，TikTok 的那边佛友还给我答案呢，有些是说智慧、自己、自作，Facebook 呢，无明。我们人生呐，每一个众生为什么会有苦？为什么那些圣者没有苦？你说，问题在哪里？你了解四圣谛吗？我教讲的四圣谛是什么？第一个是苦吗？对不对？第二个呢？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内心还有很多污染的心、不善的心、邪恶的心，那个才叫做苦。圣者他们本身为什么他们没有苦？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会面对种种的不同的人的攻击、批评。佛陀也是遇到啊，人家的攻击、人家的批评啊，人家的毁谤，甚至人家要陷害他，他自己的亲戚提婆达多是他的表弟、堂弟，亲手要杀掉他，他也是得到很多人毁谤。他没有苦诶，他没有苦。他也是面对这些恶人，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苦？因为他内心没有污染，他的内心是清净的，所以他没有苦咯。所以真正佛陀所讲的苦是来自哪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这些不善的心、污染的心、邪恶的心，那种的心才会让我们自己呢活得很辛苦。所以，我们今天是进入这个佛门，我们修行，不管是在家人也好，修行出家人也好，我们修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污染的心灭除掉，不善的心去除掉。所以真正佛陀的教法是什么？要教导我们自净其意。为什么要自净其意？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不管是在哪里，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学佛多少年也好，你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苦字在那边，埋怨这个，埋怨那个，讲东讲西，烦恼这，烦恼那，为什么？里面还没有得到清净，执着咯，像刚才有佛有讲执着，贪嗔痴咯。这个就是苦了。所以你真正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仔细贪嗔痴所有的不善的心，要达到什么？自净其意，你才能说你的学佛的那种的境界才能被称赞，你才可以说啊，我学佛我已经修到那个阶段了。不是我出了家，穿起袈裟很多年了，哇，我十三岁里去就厉害了，不是这样的。在经典里面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啊，穿起袈裟出家几十年，到最后呢也是没有什么东西，也是烦恼，也是下恶道都有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去除内心的污染，没有自净其意，那个才是问题啊。不是说你会哇，你会很做，你很会厉害，很厉害做布施，你的佛法会讲到哇天下无敌，但是呢你自己本身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你的贪嗔痴解决了没有？你还会批评人没有？你还会看不起人？你还会讲人吗？很多时候啊，造了恶业还不知道，以为自己很厉害了，都有。所以真正学佛不是学到这样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我们不是说进入这个佛门，哇，我要追求人天福报，哇，我要成为什么什么，我要上天堂，要做什么什么。今天呢、啊，我给你去遇到一个阿罗汉呢、啊，给你去遇到世间上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出家人呐、啊，你去做供养他，你去布施给他了，你得到什么福报罢了咯。你得到人间福报罢了，但是你的内心你的烦恼断了没有？你今天你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出家人名很有名望的一个出家人，到最后呢你的贪嗔痴有灭吗？你只是提升你的福报罢了吗？最多。但是人家一踩你的尾巴呢，你讲还会生气吗？还会批评那个出家人？还会讲那个出家人吗？你的内心还会污染吗？如果还会，你不要说你学佛进步了，那么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最多你的福报会比人好啊，以后在你的未来，因为你可以供养给这出家人嘛，你认为他是阿罗汉嘛，那是不是阿罗汉我就不知道啦。现在很多人刚刚吵出来这个问题，哇，谁谁谁是恶果，谁谁谁是一果，谁谁谁有加那里了嘛，哇，很可怕咯。现在我听到我都摇头啊，现在真正的圣者他会这样讲的吗？有哪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啊，有境界他会讲的吗？不会讲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吗？真人不露相啊，有料的人不讲的啊，真正有料有修行啊，达到某个境界的人不讲他的东西的。如果那个人你听到他讲啦，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啦，他会讲哇，他有什么什么境界，你要小心这个人哦，你要小心哦。真正修行者啊，修得好的人啊，他很低调的，他也不敢暴露他的身份的。所以那个人如果他可以暴露他的身，哇，我修行怎样，哇，我讲我有什么什么神通，你要小心这个人哦。哦，他是为了要得到你们的相信支持他哦，所以他刚刚这样讲出来，真正真人不露相，我告诉你。所以呢，如果你要跟谁谁讲某某出家人啊，尤其出家人是什么什么狗位，你要小心，你不要乱讲哦。那个出家人如果他没有开口跟你讲，你不要随便讲哦。要刚才我讲那个安迪哦，我直接讲他，你不要随便讲啊。那个曼迪有跟你讲他是恶果嘛，一果嘛。
没有听来的东西，佛陀在这个《噶玛什图拉》，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不要随便接受听闻而来的。佛陀自己也是有提醒我们，不要随便接受听闻而来的。那个人本身没有跟你讲，你要小心，不要随便讲。还有那个人，如果他真的可以跟你讲，你也是要小心。你不要因为哇，满地讲哦，那个人可以讲，他就是有哇，你要小心哦。这个时代，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很小心哦。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如果他跟你讲哇，我是有什么什么呀，那我有什么什么果位，你要小心哦。或者是他讲他有什么什么什么神通，你要小心哦。真正有料的人不讲的，我告诉你，真的。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啊。在迷惑众生，而且如果真正你去了解我们出家人这戒律，我们完全不能跟你们在的人讲任何一个境界我们所拥有的，所以你也不要问，你也不要去问我们出家人阿蛮内，你修到什么境界，几禅啊，几果了，你不要问，我们不会告诉你的，啊，你要布施你就来布施，你不要布施。你去找你认为你可以看的那个出家人，你去做布施。我们也没有会阻止你。我这边佛友也是这样，他要来，他要去，我完全没有去阻。为什么你不来我这边？你去那边，我没有的。我的佛友很多，他来我这边，他们也去很多道场，跑来这边去做，那边做。我 OK 的，我没有问题的。你要去做罢了。我的心就是要你们去做。要千万要记得，你去供养给僧团，你去支持那个出家人，给他生活好过，给他修行顺顺利利，让你自己借用他的因缘来提升你个人的善业，这个就是重点吧。所以业就是要自己去造，各位，自己本身要去做，自己本身要做，做了以后提升你自己的善业。而且呢，你要借用对方的因缘，你才有得到做。不管你是借用我的因缘、其他道场的因缘、其他门店的因缘，你也是在做就对了。所以我不会阻止你们去做的，我也会怕业力。我阻止你去支持某某出家人，这个对我的业也是不好，我也怕。我们不可以阻止人家行善布施的，那么我们不可以去阻止其他任何人去布施？那个出家人那间道场的，知道吗？我们要负因果的，知道吗？我们只有一直鼓励罢了。真正学佛者，只有一直鼓励人家去做行善布施，行善布施罢了，只有一直鼓励罢了。不管他去哪里做，我们只有一直鼓励罢了。我们不可以阻止他，除非我们知道那间道场是很多不如法的，那边出家人是没有修行的，是假的。那么我们可以跟你讲，啊。你安弟啊，这间道场啊是怎样怎样啊？这是我要讲的是真实的，我必须要讲的人真实。那间道场就是这样不如法，出家人是不好，怎样怎样啊？我必须要很确定那边道场的出家人是这样，我才可以跟你讲。我不能因为我不喜欢那边道场，我不能因为不喜欢那边出家人，所以我就讲他们负面的东西。我为的是要阻止你不要去他那边，而来 support 我，这个我要负因果的呢。这个我要负因果的，因为对方那边道场那边出家人他没有这样嘛，但是我一讲到这样嘛，所以是不是放口业，造恶行，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智慧来的，我们不能利用我们的 emotion 来做事情的，知道吗？各位你们千万千万要记得，你是在家也好，出家也好，你不可以用你的情绪来做事情的。我们学佛者必须要用我们的智慧，要用我们的智慧来做事情的，啊，很多人就是用 emotion，用他的情绪来做事情的，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我看太多了，很多都是用情绪跑道场的，不是用智慧来跑道场的，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分别，在家人有很多分别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啦，因为时代的改变。然后呢，每一个人所接触到的出家人所了解的法的程度都不一样嘛，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讲什么啦，我们只是尽量跟你们讲罢了。你真正学佛者，你要超越，超越这个我，超越众生，超越所有的一切，你的心只是去做罢了，就是没有平等心。你所以我时常讲的，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修行啊，修行啊，修到最后的心是什么心？五悲感，那个才是最高点，才是道。才是阿大萨最高了，你可以修到五贝嘎，嚯，不得了！那平等心啊，五贝嘎没有分别的心啊，修到啊，你的邪佛邪道啊，没，你到达那个五贝嘎心的时候啊，那时你的心已经开始没有分别有了，你已经超越人我是非有了，超越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超越所有的相，你的心就是去做罢了。哇，那时如果你修到五悲伽的心啊，你所做的善事，你所借的那些缘啊，更多，你知道吗？更多啊！所以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缘啊，跟出家人所接触的缘，为什么我们有一些限制？因为我们还没有修到五悲伽，我们带着那个分别心去做。哎呀，这个出家人修行不好啊，还是什么什么没有名望啊？我不去做啊，我去那边道场，哦，他的那边名望比较好，哦，他的修行比较好，所以变成说你所接触的那些缘呐、啊，你所制造那个缘呐、啊，跟出家人的缘呢、啊，是变成你已经有一个限制了，有一个限制了。所以如果你修到那个五悲伽的心，像比萨伽这样、阿那达比尼伽这样，他们已经修到那个境界，没有分别心的，就是去做罢了，哪里需要哪里去啊！你要修到这样的心，所以你的缘，你的那个人缘呐、啊，跟出家人的缘呐、啊。哦，会越来越广，所以你看，比萨迦、阿那达、比尼迦，在我们南传佛教的经典里面呢，时常都提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的，所以他们的名誉很好的，而且出家很多出家人都认识这两个人的，即使现代的出家人呐、啊，如果他们有研究巴利经典，都认识这两个人的。你讲到比萨迦，讲到阿那达、比尼迦了，直到现在了。很多佛教徒都知道这两个是谁来，所以他们的名望，你看传道跟佛陀的名望一模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支持三宝的心，五贝嘎的心去做，所以他们的名望呢越来越旺，所以他们的缘很好咯。哦，所以我们去朝拜圣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朝拜到他的 stupa。哦，他的 stupa 还有在那边，还给我们后来的佛教徒啊、朝圣者呢去朝拜。你说修学佛啦，要学到这样，清楚吗？对，在这边呢，今晚就是大约跟你们大家分享到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就讲到这边啦。希望说我的今晚的这个佛法开示呢，哦，可以让你们了解，哦，在布施方面要以什么心态去做，OK？啊，这个就是我所认识的佛教，他有教导我们呐，所以给你们一个概念哦。希望说我的佛法呢，可以让你的这个智慧呢，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所以让你在布施方面呢，哦，会让你做得更多，然后呢，跟出家人呢，做的借得更多的缘，听懂吗？我是要希望说你们可以跟出家人三宝借更多的缘，所以这边去那边去做布施。对你们本身的业是很好，因为有三宝，四处都有三宝，你去跟他戒烟，所以你的这个果报啊是很好的。所以你看我去到哪里，我去到尼泊尔，啊，我去到印度，我去到泰国，我就是一直做罢了。你看我的事，你在我的 Facebook，你一直有看到我去到尼泊尔，我也去做，我印度我也去做，然后呢泰国我也去做，四处去做就对了啦。为了什么？让我们的自己本身的业呢，哦，提升，跟这些三宝结更好的缘。我们需要三宝在引导我们，我们需要三宝在做我们的一盏明灯，引导我们走这个修行的道路，你知道吗？没有三宝的话，在引导我们永远不能脱离生死轮回，你知道吗？在其他的宗教，哪里有人在引导你走这个修行的道路、解脱的道路？没有，你找不到，只有在佛教，只有三宝。才有这种的能力引导我们修解脱道罢了。
如果我们跟三宝没有缘的话，各位惨了，我们的生死轮回没完没了。所以我们需要三宝做我们的明灯，引导我们走这个生死轮回的道路，到最后呢，引导我们处理生死轮回。所以跟三宝借缘很重要的，各位，因为三宝真的是一盏明灯，他不会带我们去荷兰的，除非你遇到那些不好的啦。真正的三宝啦，真的可以引导我们啊，走出轮回的，知道吗？没有三宝在引导我们讲处理轮回，是不是？所以跟三宝借的缘很重要的。OK， 好啦，今晚就讲到这边啦。OK， 好了。给大家知道一下，现在呢，我们的几时会开直播？我是每个星期日晚上都会开哦。好，如果你们一直有跟着我的直播，你都知道我每个星期日晚上我都会安排时间，其他时间我就不会安排了。然后拜师，我就是有佛学实体班嘛。星期四的这个实体班，哦，禅修实体班、佛学实体班，所以这个星期四呢是属于佛学实体班哦，所以这个是讲经说法啦，哦，所以你们要更深一层来了解佛法的话呢，你就来参加我这个课程。所以这个课程呢，纯粹是用槟城福建话讲解的，槟城福建话 ，OK。所以如果你住在槟城，你会听福建话，你就可以来上我这个实体佛学班 ，OK。所以星期四。这个星期四晚上8点到10点 ，OK。然后呢，如果你们想要来我这边做供养的话呢，你们可以来，欢迎你们来，我的大门也是开着，你们要早餐来做就7点半之前一定要到我这边。然后呢，午餐时间呢，你要来做就11点45分前你一定要到我这边啊，因为我们早餐时间跟午餐时间我们是很准时就开始的，我们不会等的。哦，时间一到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不会拖时间的，所以你要做这些早餐午餐供养，你必须要在之前到我这边 ，OK。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诵念这句诗句，跟我们一起来念发愿文跟回向，好，我们一起来念。次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随意，是有何乐？伊达咪达曼萨瓦南阿萨瓦盖亚瓦罕诃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阿达咩达南利巴那萨巴赞哟诃多，以我布施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阿达咩悉拉玛嘎巴拉亚那萨巴赞哟诃多，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阿达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罕诃多。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获得大自在。吉拉安提达多萨达摩达咩昏多萨嘎达瓦萨贝比萨达，愿正法久住，愿一切众生向法致敬。美米那本雅嘎米那玛贝巴拉萨玛嘎波萨丹萨玛嘎波诃多雅瓦迪巴那巴迪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愿我永远不遗余之人善欲善之事，直到体证涅槃。阿玛诺本雅巴冈萨巴萨达南迪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萨比萨达苏基昏多，愿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阿达咩亚蒂南诃多苏基达昏多亚达哟。阿达诺亚蒂南诃多苏吉达昏多亚达哟，阿达波亚蒂南诃多苏吉达昏多亚达哟，阿达瓦达扎阿弥三巴当不亚三巴当，萨贝迭瓦萨贝萨达萨贝布达阿诺布丹多萨巴三巴迪悉迪亚。以此获得积累积的功德，回向与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生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
萨都萨都萨都。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哎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呀，不丹不杰米。礼敬佛陀，我譬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礼敬一拜。哎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呀，达玛不杰米。礼敬达摩，我譬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礼敬一拜。哎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呀，桑堪波揭弥。礼敬僧前，我譬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礼敬一拜。哎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呀，玛达毗多那波揭弥。礼敬父母，我譬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礼敬一拜。哎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呀，阿迦利亚南波揭弥。礼敬导师，我譬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去向涅槃。礼敬一拜。啊，接下来呢，紧接受曼爹的祝福啊，曼爹来给你们一个祝福。萨比丢比瓦赞多萨巴鲁格比那萨多玛爹巴巴本达拉哟。So kindi ka yoga bhava abhiva dana si de sa ni cha vata pa cha yina cha ta ru dhamma va dhan di ayo vanno sukhan balam bhava dosa pa mangaran rakan dosa pa devata sa pa bhuta no pa vena sada sadhi Pavan tode pavadusa pavangalan Rakandusa padivata Sapadaman upavena sada sadi Pavan tode pavadusa pavangalan Rakandusa padivata Sapasankan upavena sada sadi Pavan tode萨鲁萨鲁萨鲁 ，OK， 各位佛友，曼爹要跟你们大家说晚安了。在还没有说晚安之前呢，曼爹再次的感恩你们进来看我的这个直播，因为有了你们支持，所以呢，曼爹今晚呢在这个时间还有机缘向大家分享佛法，所以曼爹呢将曼爹今晚弘法立身所累积到的功德呢与你们大家分享。愿我的功德呢，可以协助到你们早日得到圣者的智慧，修行没有障碍，早日得到解脱生死轮回。所以各位佛友，大家晚安，我们下一个直播再见。